一，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卫生福利局局长谢春福。那我们今年的整个四筛检已经开始了，继在莒光、东莒、西莒之后呢，我们5月31号在南竿县立医院开始做整个四筛检，一直到6月4号，共5天。那今年的检查项目，除了在之前的基本检查之外，今年另外有胃癌筛检、血清以及吹气检查。那我们希望说，乡亲在眼科方面也可以做详细一点的检查。那希望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健康，每年做个预防性的保健筛检，以早日找出有问题的地方，早日治疗。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，谢谢。我这边。抽血有抽血。
对，你说的是排位，记得上学期排后面的哦。会去拿什么？